是高明的通讯仪，到下面看看去，他很有可能还躲在附近。 这儿好像有东西。 有点不对劲，这工人身上居然有霰弹枪。 Thank you.
这俩燃烧瓶拿着，试试用燃烧瓶把前面几个异种解决了吧。子弹得省着用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你
妇，你忘记了吗？不要管他做了什么，我们要做的只有服从，服从，听懂了吗？
生桥认证通过，正在请求更高网络权限。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知道，发生出了这样的事，常高明的失踪，跟生桥正在调查的区域谜团脱不了关系。想要找到常高明，恐怕要先搞清楚康乐学区这个地方，到底。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。这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真相。我想你也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特点。从救你的那天起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们深入魏都城区的各大区域，调查区域内的各种不明信号，以收集这个末世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，生桥曾经历什么，而你又是谁。生桥是为了回答这些而存在的。有了这些情报数据，我们就能一步步逼近真相。这是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苦难，拯救这个世界的方式。我知道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明白，之前一直没有跟你讲，是觉得时机未到。你所感受到的、看到的，那些都是真实的存在。只是那些东西只有像你这样特殊体质的人才能，我们称你们为共生者。为了更好地面对之后的挑战，试着去激活早就潜藏在你身体中的本能吧。我知道